弟弟，姐姐，爸爸，爷爷奶奶，弟弟，过来看一下阿昼了，快点过来看一下阿昼。啊，你二三号去台中了？好哦。爷爷载你好不好？爷爷载你可以吗？当然好啊，因为那个在哪里？台中哪里？不知道，我到时候要跟你讲，因为地点跟那个时间我应该很早。姐姐，你到时候要跟爷爷讲，知道吗？好，你先谢谢爷爷。谢谢爷爷。不客气。你看几点要到家里？